都在这儿了，可以吧？五花肉。袁奇，嗯，准备做排骨了。谁会做鱼啊？你们如果都不会做的话，那就我做好吧。我帮你，我给你打助手。好好好好，指导一下我张大厨啊。来吧，下。放老干妈，这些都让每一个都受力均匀啊。放了啊，放。好。倒倒。好。我先把这盖盖上。这是大火吧？我来。小火还烧了。火都没了。有点尴尬啊。还在那看火呢，这是大火吧？看不见火啊。干什么啊，刘爷？你这 diss 主厨是不是呢？还想不想混了以后？在美食界还想拥有一丝丝的姓名吗？不是，那火还看不见。好好跟我说话啊。谁说文去哪了？啊，那鱼废了。啊，鱼废了。对呀、啊，废了。咋废了？废了。怎么废了？水都冒出来，我给关了。吓我一跳。你现在看火是大火还是小火？中火，大火，大中火。大中火，对、啊。没有火。我这。哎呀，放心啦，安了，好吗？滤镜加一点。我把我能想到的佐料全加进去了，还是很不错的嘛，这个鱼。肯定啊。我妈看这期节目开心死了。OK， 我们把它奔出去吧，端出去吧。延奇老师教我的啊，好吃就是我教的，不好吃就跟我没关系啊。来啊，大家注意一下，何洛洛大师啊，张大厨指导的啊，来吃鱼了，都过关吃鱼。他们在外面，放外面。对呀，来，都过吃鱼啊，这个鱼每人必须给我喝一大碗汤。放那儿，哎，你绕一圈干啥？给大家展示一下。这个鱼今天每人必须给我喝一碗。开饭了，可以先烤了吧？这是我腌过的，可以直接烤，不用油。我从小在菜里长大的，你们相信我，这是绝对的。这牛肉好了，你先自己先吃一个。嗯，腌完的这个可以。就是料酒有点多，来，给那个给柯哥递一个手，保护胃的那个药吃一下，这个可以的，来，嗯，我尝一下，黑暗料理之王何洛洛，我尝一下。好咸，有什么可以漱口的吗？好吃，真好吃，真好吃。嗯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可以啊，洛洛，那厨艺大涨了。张大虎教我。试一下小宅的这个。我说句心里话，这个鱼如果没有被烟雨家亲过，我是不可能亲手做它的。毕竟被我死亡之吻吻过是吗？感谢烟雨家。快，那我来。嗯，谢。吃鱼，快吃鱼，多喝点汤吧，汤喝完好吗？可以吧，这只鱼。不错。嗯，好不好吃吗？这鱼？啊，这橙汁好喝。
帮我一下，要拿出去啊。啊，助兴了啊，助兴了啊。哇，摇 DJ。 哇，哎呀，这样打 DJ 的我是头。怎么给人家？哦，价值观要开始了。哦哦哦，价值观已经崩了。我鸟叫了，鸟在跟你一起嗨，谁炸？哎，那个鸟跟着节奏。快快快快快快，这个继续，快快快快快抢救一下。这是啥？再割一起快。慢了，我给你分桥，我给你看个东西啊。慢了，什么东西啊？你看嘛，不敢相信。该杰哥翻了。到你翻了，杰哥到你了，杰哥。哥快，杰哥，今天姚晨专门给你做了一段 remix 啊，里面有一些专门的设计。啊。对，但是其实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是舞蹈。我喜欢拉丁舞。明天早上见到哥，跟哥跳拉丁舞。可以啊，还要邀他一起跳，对吧？怎么跳啊？把我们的热情传递给他。今晚你搞个拉丁舞曲风，你给他做个 remix， 这肯定一群疯子。那万一他很开心呢？他不是说他很遗憾没有能够跳成功吗？哎 ，Remix 牛，就这个。